时候抽筋，哎呦，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别吵了，超人来救你来了。你赶紧，我腿好痛啊！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哎，慢点啊，来，坐坐坐坐。真是的，歇一会儿，一上来强度这么大，肯定吃不消的。二哥说了，我腿部力量不足，爆发力不够，所以我的剑才使不快。其实这些道理我都明白。以前我总是偷懒体能训练，我如果再这么偷懒下去，我就一辈子待在二军了。哎，你说你天天拼死拼活的，你就不累吗？累呀，当然累了。我是肉做的，又不是油做的，当然会觉得累了。但是呢，再苦再累，也没有跟拳王打那场比赛的时候累。不好意思，美女，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。这场比赛我会赢的，因为你香水挺好闻的。你救我一下。说到那场比赛，你那天穿的像是要去见网友似的，超级奇怪。而且啊，全场人都在为我欢呼呐喊，就你一脸不耐烦、着急要走的样子。你怪我了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你那天差点被打死了。我好几次看见你那样，我在想是我的话，我早就投降了。是啊，我是想要投降，他每揍我一拳，我都想投降。那你干嘛不投降？白白挨揍啊？我刚想喊投降的时候，他一脚踢过来，踢得我肺都要炸了，还一口老血吐在你身上。我轻点，轻点。哎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现在想想啊，你说当时现场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偏偏就倒在我面前，喷我一身血？是啊，好奇怪啊，现场那么多人，我怎么就倒在你面前了呢？这缘分是真挺奇妙的。而且你的丝巾、你的香水，又让我重新恢复了战斗力，肺又复苏了功能。真的假的？抹香水？是啊，在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又不那么想认输了。你猜我心里怎么想的？我心里想，只要我再能多打一拳，我就可以和你去看场电影。要是我能再多撑三秒呢，就可以和你一块去看星星。要是……我可以把那个人 KO， 我就告诉你我喜欢你。晚上准备跟欧元哥看什么片子啊？我在想啊，我们看爱情片太尴尬了，看动作片嘛又没有什么互动，我觉得去看鬼片，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投入二和哥的怀抱。如意算盘打得不错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欧元哥不敢看鬼片呢？这不正好吗？那就直接让他投入我的怀抱。花痴。哎，对了，哎，我问你啊，你晚上要跟我姐去看格斗赛，期待吗？当然了，听贺叔说雷霆特别强，还抢了我不少粉丝呢，所以今天晚上我得好好打扮一番，让我的粉丝一饱眼福。哎呀，我不说这个，我说的是我姐，她要盛装跟你去看格斗赛，期待不？不期待啊，裙子种类成千上万，她肯定不会穿我们喜欢看那种。吃的。你的裙子不错。少嘴。姐，这个也算是裙子啊？冷子翁还真是了解你啊。这怎么不算是裙子了？这怎么算是裙子呀？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当当当当，看吧，这个才是裙子。拿来拿来，我看看啊，怎么样，好看吧？哎呦，我不穿这个。这我去看拳击赛呀，这太不方便。哎，你回来你回来。姐，
你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，对吧？你想想，冷子峰离开拳坛这么久了，第一次回拳击俱乐部，你穿成这样啊，这样跟他妈一样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你不觉得他会觉得你在欺诈他吗？是吧？啊，去吧，快，这个好看，真的，拿着。快去吧。哎呦，不换裙子啊！不是我，去吧，别犹豫了啊！快，可美啊！